民，啊，我大家嘛来开会，我来台湾大道99号头前广场，你嘛去我大，有这样子吗？诸位，我再一次跟你讲，请主席帮我列入会议记录，本案因为11月这边分配，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原则，我要求组成专案小组来对于进驻的原住民的资格做一个公平的审核，并排除原住民的议员，为了要让他们没有办法来介入少数的东西，